那就不要死啦，你没有脾，你为什么你没有脾脏啊？啊，昨天下午6点的时候拿到的哦，现在早上7点了。这张图不要过河，过河会死。是啊。啊，对，弱智还是过河，你去送头吧，拜拜。这场四台中台，四台中台，速度真的蛮不错的，虽然说加速很慢。嗯，还是输我啦。极速有50哎、欸，这超屌的哎、欸。还是输我啦。我现在有屁障，赶快拿来开一开，之后就本动了。不会，我还是会继续玩它哎、欸。有没有屁障，我都好喜欢玩这台啊、喔！干，它这台真的是有个准的。哇！干，对面好猛、喔，好红哦、喔！天啊！好，对面是怎样？红成这样，我们应该是输了、啊。没意外，应该是输。哎、欸，干，你被抓掉。哎、欸，他那个黄色圈是什么意思啊？黄色圈就是你可以，就是敌方车辆被侦察，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的最远的距离。嗯，啊，绿圈呢、欸？绿圈就是你的视野。哎、欸，我就两个圈呢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有白圈吗？白圈跟绿圈叠在一起，那就是白圈是视野能到最高的值，然后绿圈是你的视野。哦，好，叠在一起什么意思啊？叠在一起就是你的视野到最高了。那会怎样啊？欸，我应该往前吗？还是不要好了？我劝你是不要，你会被轰烂。啊，叠在一起是怎样？就你的视野到最高啦。啊，会怎样吗？就是没有，不会怎样，就你的视野很高，就这样。干，好烂。它那个视野是指你可以亮到的最远的距离，但是其实你应该知道啊，视野超过那个距离值还是会有用的啊。445最远啊。但是就是隐蔽值会扣掉一些视野，对啊。啊，如果你视野是超过445的话，你可以去扣掉那些加成的。你该前进了，青蓝都跑去那了，代表前面没有人。哦，对，都消光了。不、哦、过我下坡好快啊！我冲到60哎，呀，好爽这台车！你是不是在实际场不知道该做什么啊？我在跟你聊天聊到忘我了。没有，你要多玩一点实际场，就会知道干嘛了。干，队友在送三小啊！妈的，100在挂机什么啊？我要回家守家啦，拜拜，拜拜。Report team number， 好吧，确实是蛮 number 的队友。你看我们的中坛全部超分散。可以，快站哦，快站。在想要不要过去？我应该要过去。两台车站就好了，因为妈的，等下自动炮开始炸了。欸、搞不好这样零伤害，都被亮了。要干完了，敌人好像都回家哎、欸。一定的啊，站点不回家。怎么对呢？哇哦，扛一下。完了，这样输了。哦，被这手炸了，可恶！大家都上金了。我跟你讲说，实际上没有人在射那个的哦。干，连队友都挂了。你看我打100侧面直接穿呢、欸。退吧，你会死的。哎，死定了。target acquired。 这位置还不错。
算了，不用修了，死定了。这队友靠北。哎呀呀！哇操！不要不要再靠近啊！我还是天装啊！哇，我被撞死了。我看、哦、我好硬哦！天啊，我第一次这么爽过哎。可是你死了、欸、是啊，我死了。你好像死了，是不是都残废啊？的确是都残了。干你爸欸，我有那台车啊，上次就是给老子一炮就死了、欸、嗯，应该等消光的。我看一下这场赔多少，我有伤害1000而已啊，但是1000的话是赔很多的。我应该应该不会赔太多啦，伤害2000多。你错了，底价要2万。哎、欸，我赚哎、欸，赔16000哎、欸，我赚14000哎、欸，算是加值账好了。没加值是赔2000啊。哎、欸，不过这成绩不错、欸，应该是我 S7打最好的一次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好好好。有加账还在那边给我啰嗦啰里吧嗦的。你能不能按了再废话？哇、哦！世界车真的很爽。我刚刚那场队友烂成这样，还能打出1000的伤害。我等下出去看一下刚刚的排名哦。我要跟你走吗？你跟我走干嘛、啊？我中台那边打不到人啊，应该不会有人笨到爬上来、啊。是我不打算走哪里。干，这场都中台，那我要走这里。我是觉得我们中坛三台而已，过去应该是会被刁念的、欸。看一下那个 T 五七，会死。哦 ，T 五七走这哦，那我去你那边。没有没有，我要待中间的山丘，我不要过去，会送头。没关系，我过去。上面有自走炮，可以冲一点。我爱机机动真的不错。美丽的歌谣的。梦想，噔噔噔！我要待在这山丘偷打，懂吗？没有人玩中坦，还在那边干。我挡了2发哎、欸，挡了什么酒，什么蝎子，还有那个什么 Skoda T50 Skoda， 哎，40T 耶，偷打。我来收头了，收头打给后啊，挖起直接车，哎、欸、嘿，全都是靶，哎、欸，这翻车啊，这40T翻车，笑他笑他，快把他吃掉啊，别笑了，哎、欸、干我没哎，183送头，干我183真的送头，发的发发的发。看，我刚慌掉了。黄三小，我在咬100屁股。
跟我屁股一直被打。你家到底在干什么、啊？一直咬他。我是疯狗啊，在咬他。咬他。你开过去会被集火啊，傻逼！我打150处理掉就好了。干，我们的重坦到底冲三小？你说我吗？嗯，我在 我在。我们家那个一直在飙的那个地方啊，你有看到吗？刚落置哎、欸。因为那边也下去就死啊。怎么下去就死？我们都已经把两台重坦解决了，还把 FV 一巴掌也干掉。好了，我去处理那边。我要去处理另外一边了。奶奶的，谁偷了我一堆炮？干，我2000多血，现在只剩……我在爆拼。我这边没有队友支援，我会死很惨的。我去你那边好了。操你妈！这边被偷打了，直接车哎、欸，干！偷打我！打爽了没？操你妈嘞！你帮我开个光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说感觉不行？我 OK 啦。你能往前推吗？感觉不太行哎、欸。那算了。我正前面，我现在有右边 OK OK， 我推到这边 OK。不过右边有一台那个 AP。我先把那台什么沙小 Scuda 给他们找出来，干，那边是投射。他妈就是这个混账！我他妈是150的救急。完全体，你射我！完了完了，我被夹了，靠腰。干你娘，没射中。靠腰，斯库达丢。你是不是撞烂了、啊？没有，我被夹了。他不敢中了，他中了他会挂掉。哎、欸，干！我正想在打三小啊，怎么只有780？边没有队友啊！我在等队友。BC 摸到家里来了，去你妈！自己去啦！老子不把那石头给打的，妈一打个让他哀哀叫，老子不会回去的。因为 BC 快死了 ，BC 已经被我打惨了。干！你啊、欸！我还有点爆聘，你这样子怎么打？还好啦，这比输。哦，背后打了，超准！我就超准。真老杯、欸、哇哈哈，你还真硬啊！角度摆好啊！哦，他没弹药了，中不对。哎、欸，搞不好你中他可以哦。
可以啊。干！欸、他应该小心装好了。哇！干！哇哇！他到底是怎？你啊，他全部金蛋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理解啊。他全部金蛋吗？他全部金蛋、欸，夸张。我觉得你吸他吸掉你两炮比较神奇。好了，别嘴喽，我只是开自瞄而已啊。是我也开自瞄啊。干，我怎么可以吸我两炮啊？操奶奶的，我老子穿都是270耶，打正面都穿哦。啊，不然就爆车了。又赔了16000，真爽。OK 啊，有赚有赚，完全又赔了16000。我还有26万可以玩诶，26万我只可以打10场诶，够用。哎、欸，等等。嗯？靠呗。你跟我讲没有用啊。对啊，我在按啊，结果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每场都当兵车，好爽哦。好爽哦！啊对啊，世界车不是每场都顶车吗？哇，这个从来没有这种体验。哎，舒服！我在今天之前好像只打了6场吧，不到10场。干，我光这两天就打了50场哎、欸！我150直接玩了50场。我要直接冲！从一四那边我可以松松到。快冲！现在去。再去那边可以吃到1发或2发，打他们1发或2发。干，速度好像有点慢。啊、这时候绝对他妈的绝对不要冲上去啊，知道吗？冲就被打成蜂窝、哦！啊干 ，miss！ 有没有冲到就被打成蜂窝？我冲到这里就可以装打了。爆头 ，headshot！ 哎、欸、靠，要弹掉！哇操！30B 快挂了，已经意识到他的死机了。干！开始上金打我了。哎，干！我现在会被他打死哎、欸。我真的很不想上金打猫死，因为蛮浪费的。不上金又打不赢。哎、欸、干啊！啊！妈的！我被一台中弹打死了！天啊！可恶！我挡了猫死1发、欸。没有关系啊。啊！如果我刚打了30B 解决掉之后就爽了。他是直接中坦啊，不要太自责。我很自责啊！我刚才跪到一个屁股可以被他打的地方，然后屁股就被他打的，不然我可以收掉的。这样看不妙。你要不要？看起来没有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帽子压过来嘞、欸！你可以放身攻击吗？你没看到我跑了吗？
啊，我们家帽子怎么在这里？我们家帽子，我们家哦，这边重弹好好发挥啊，481。我在爆屁呢，你啊爆屁，难怪那个。嗯，我觉得这样我又得赔钱。这样你已经赔一半了啊，鞋子剩340了。没事。Mouse stop push， 阿伯被冲上。要靠背哦。我这边靠下去应该可以靠的。可以啊，只不过他好像亮到你了。没有啊，我灯泡没亮。这边几只帽子哎、欸，哎呦哎呦，我们自走不错哦。那个蛮吃运气的。是啊，如果以后自走，以后自走就不能这样了。一发。以后自走打硬车伤害都是100左右而已的，后面有103。可能要帮他亮一下了，把他要挂了。敢他在瞄我啊！我爆屁了。哦，对，他在瞄你。不是打我，前面两台。哇你！我有装甲。我屁啦干！左边十阶车先去吧。靠背。哇，自走。可惜了。啊，这样输了，背到背了。嗯，好，我先去把休息包买，看会不会比较多钱。哇，我们剩两台自走了，我们剩一台自走了。我们没有自走了。输掉了。我怎么看啊？仓库。仓库。军火库。仓库。哎、欸，我还没解开那个消耗品的任务哎、欸。很好，我一口气又多了50万，好爽。还是我解开了。我刚刚130几万啊，我现在179万，可以玩到爽了。哇，我们又是顶车耶！你在讲废话吗？你在玩 S7 哪一场不是顶车？嗯，
玩这个就不能玩手游了，妈的，没玩好就是喷钱，不爽。第一版居然要去爬山。哦，没事，他转头了。他拿128哎，居然不拿150。啊，你是不是口小哦？穿身比较高啦。也高，高几十而已啊。有时候就是差这几十就。但那伤害差了，差了300哎。嗯，我现在不啦。哇，爽了。为什么没人？不错啊，没人。哇，干！他妈自走炮嘞，干！哎、欸，不对，不是自走炮，哇，4005，鸡巴嘞！他不是跟183啊？干，我也吃一发、啊，靠北哦！哦，我也吃了一发，正面吃了一发、啊，不过是高爆弹的、欸。对啊，他也打我高爆。金蛋欸，黄金高爆弹，就是穿身很高的高爆弹。哇，你这位置，哇，我这位置很好哦。是喷了849。干，只是我炮手跟田庄手同时死了。等一下靠腰欸，干够歪的，我最引以为傲的准度，降维爆品了，干我车子会乱晃，呜、哦、那帽子哇英勇。也是直接车啊，怂个屁！嘿嘿，想打我不给你打。靠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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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！完了完了！干鸡巴鸡巴嘞！干我挂了！干我伤害有够低。不是我会跳来跳去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跳来跳去的、啊，就是爆品啊！简单来说就延迟啊！后面有183了，嗯，我吃了一把，干，啊，至少他不是打 AP 啊，还拎别的，哎，183不在了，你要不要直接？N4 T54冲下去喽。T 五是还活着，啊！炮手死了，妈的！哦、oh, ，nice！ 干，我是阿干妈，就刚刚的130那个，直接去了啦，不用怕他哦，摆个角度他也不一定穿。我看183出来了 ，Oh shit！ 哦、oh. ，还好不是我。不理T10了吗？
无所不理。是等他跑出来呀、啊！我帮你看一八三，他似乎是打不到你。哦吼，一八三杀到一台了，不要再往前了。一八三冲下来了，一八三着火了。OK OK， 先解决 T 十吧。队友牵制住一八三了，我们要赢了。倒车比你快，臭婊子！我吗？没有啊，我说一八三。一八三在哪？他应该正在找你的路上。对，他正在找你的路上，他没有在看你，他没有在看你。嘿嘿，哎，杀掉他吧，去吧去吧。嘿嘿嘿嘿，好爽啊！我觉得我这场要赔了。我三杀哎、欸，干就都尾的，不爽哎、欸，三杀就都尾的三小啊。干赔九千呢，还是赔了。这场原本要赔一万三。妈的，每次炮怎么要打死哦？那组员受伤跟那个东西坏掉最靠北了。啊，帽子又要上金了。看，我是150的完全体，看起来就好帅、啊。到时候再去买个迷彩 ，perfect。哎，骑的路点太大块了。还好啦，整个地盘都是。你不觉得有点顿顿的吗？目前没有，不过刚才是有。目前还没感觉到。会不会有弱智从这边冲出来啊？哎、欸，干你啊！不要推我啦，弱智！哎呦，我现在开始盾了，妈的，画面会盾哎、欸！不要帽子哦！一定会有弱智从这边走出来的。可恶可恶，逼我上金哎、欸！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人走出来吗？不可能吧！欸、真的没有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！ 你、欸、干！对面5台重型坦克，那边你们那边只有4台而已啊 ！S 七在这边耍二啊 ！S 七要挂了，这边有一台 S 七耍二啊！啊 ，S 七怎么走这边？他走这边会被干爆吧？干你浪费我发金弹盾他旅第八，妈的我一定要还他一炮，智障！难道干我被 T 九打中 ？T 九直接喷了1000的血，干完了我至少要赔钱。我靠！哇，我打帽子侧面没穿哎、欸！哇，这什么神鬼装甲、啊？
干，我这样又赔钱了，娘的！你打他前导轮啊！打前导轮只能断你，没有用啊！我打出伤害，伤害，伤害吧？没有，他超硬的，好不好？打，对啊，有伤害啊！你我一定要锤子他打他穿的、欸，我看打他炮塔侧面居然没穿。嘿嘿，你这样伤害蛮低的。先现在多打一些伤害，血倒是喷的蛮多的。是啊。可以救一下脚。哇！啊，靠腰，干我炮塔转太慢了，你在打、啊，我撞死你，哈哈哈哈！你，我干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换了吧，对啊，我被干踢球，干！嘿嘿，我也被他喷了一千血，干！我都中田要好了，就不能让我射死他哦？那就我们输了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哇，死光光啊！艾斯奇早就残血啦、啊。就我们认输了。快就会 T 五四到这样子，他弹药架坏了是要装多久啊？还有点希望啦，对面艾斯奇残血，剩下也都是软皮车，还有希望啦。要弹掉哎、欸。ST 1太贵了。还是有希望，我们 T95 可以撑很久，只要队友还活着。我干，不行了！哇，自走超凶哎、欸，有够凶！嗯，这游戏真难玩。这边剩两台啊，两台会打架的、啊，还有自走炮啊，自走炮不是干。T1，哎呦 ，ST1 做事了，是不是他要挂了？哇 ，S7，哦，吼吼 ，T95 要立大功了吗？他已经被自走炸死啊，在想什么？天啊，完蛋了啦！就算他的看看自走炮追逐战吗？就算他把暴衣干掉了，他还是会自走炸死。哇，这個、哦，这暴低伤哎，哇！干118，自走，我觉得 T 九一定会被自走炸死，这不用想了。来看一下 CGC 吧。哦，自走追逐战哎，真的。靠北，那很智障。完了完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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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觉得真的完了，还要开炮了。哇哇哇！我觉得他，不行，他开炮会炸自己啊！还停住，那白痴，那白痴。居然呢、欸！啊，两个人智障。Move together 会不会炸了？干 ！Move together 才能一个死，另外一个炸、啊，不然两个轮流死。这场感觉还要拖很久哎、欸。看 T 九五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他站点的话怕被亮。他差点会被炸死啊！这种要有人亮他，就是看赌能不能在他亮对方亮到的时候，他也亮到。好赌啊！
哦，走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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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蛋了 ，T92 一定会干掉他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一招不错。哇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CGC 在看戏，他根本没有在瞄。哎、欸，他瞄了，哇，他中了耶，可我看他炮管没有举起来啊。哼，嗯，那就赢了。哇，刺激耶，这场超刺激的。高阶场战斗，然后我赔死了，我又赔了12000。我赔了6000。